然不行，既然你不就你一个人你去啊，我老婆跟你说清了。下午去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走，我就干活刷袋子呢，给人家。哦，就今天晚上正在干活。对。一个不落的，一个要不今天晚上也行，今天晚上八点钟行不行？今晚上八点。这个是不辣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没黑没黑，现在九点都不黑天。这个是鸡肉的，辣的。九点都没黑天。法国的，我不白天干活，晚上下班，所以故宫人不敢走太早了。你没给你自己买吗？哎呀，我热死我吃不下。那你喝这个，你喝这个，你喝这个，你喝，你喝。我外面有咖啡。我连咖啡早了，我去不了，你去等我。我咖啡我没喝完，够。你把地址啊发给我，我收到我给你回。我说今晚八点就是我收扎的定好。尝尝咋样？你不去我不去，咱说好。他这个是一层一层扒的，告诉我。哎，先吃，吃完了到第二层再扒开。啊，不会不会。你回那么这么这块叫啥？咱们就莱斯利那不有全中餐馆吗？买啥没有？我这搁样街这不买冷面去吗？不难走啊，这地方。哎呦，我就往那边拐，最省事。停车，关键是停不了车。后头停车这家门口是我也不知道啥餐厅啊。你怎么跟他说的呀？我知道，我看他画图啊。我看那图，我说就要那个吧 ，Sim 吧。我瞅了不咋大，我还寻思我说不够不行，你俩先吃的，回头我再上那边买冷面去，买给你买烤鸡排去。完了，一做完挺大。我看菜还有里边，你那是鸡肉的，这个是我也不知道哪儿。我问他，我说这是土耳其的，是那啥伊朗餐的。他说不是，是 French 就法国呗。嗯，哎，那黄瓜是这个周姐给的，自个儿种的，一早上老早就给我送去了。你看那大黄瓜，这好呢，掰吃吃，搁这块吃不着这黄瓜。为啥呀？哎，可脆了。这会儿是好喝，这个别。这是纯果汁儿。现榨的鲜糕芒果榨，我不吃啊，我热呀！哎呀，给我热的呢，我就着急，我怕你们这干活，你说到中午再吃不上饭。你那一头屁股干了去，那衣服都湿透了，那可真热。你这挺快，这么一会儿换一身挺好，拿了衣服了挺好，回这漂白穿的。对对，干活随时随地逛。不干活了。那可是呗，就那财迷，这大财迷领个小财迷。两个财迷，你又不扔这，因为我不吃了。哎，这么大锅，我吃不了了，老婆吧？吃不了你吃吧，我不要，我真不吃。我那车里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，我热呀。就这个加这个有二十吗？这吧。两个是39.8呀，是多少？一个二十。这么贵啊？这个15。不是，加一块一共钱。我知道这个东西得5块的，这肯定要5.99好像是。这好，这纯的。我说你有一个别加糖，他说都没有糖，全是那个，全是果儿，芒果都鲜那个那鸽子呢，哎呀妈呀，到那会儿我也顾不得买别的了，就是一块买了得了，吃点儿，干这么热活，这么累，这么热天，只要能吃舒服就行。怎么样感觉啊？这么贵，那么好吃吗？头回吃的东西，我也没吃过这个。法国的现烙的煎饼，我录像来的。我说我录像行不行？我看你这玩意儿跟中国那吃的一样，他就行。那小伙子可乐了，给他录像。他跟我讲那些东西，现烙的就摊煎饼那个摊的一样一样的，完了往上铺的肉，肉还没少铺呢。哎呀，我忘告了，你那个不让他搁菜好了哈。也没人都只能吃。吃点菜好了，不能不吃菜。这果汁不错，喝吧。哟，换哪管了吧？这啥呀，姐？你看是啥意思？等会儿，这发啥短信呢？这啥呀？我看发错了。他把别人的转发过来了。发错了。肯定转发发错了，发地址啊哈，他是给你发地址，你告诉他一声啊。这是你，这是猴是不啥时候发的吧？这是你啥时候发给阿姨的吧？你又把它复制过来了？不是。别，不管他，你不管。
你快吃点，我吃不了。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这一口不吃，不要一口不吃，热。我就着急呀、啊，我就着急，怕晚了回你再饿抽了，这，哎，这低血糖了。今儿把这个水刺完了就回家吧，先晾着。刺完就完活了。前面清理那都整完了。都整完了。这玩意是好吃，我也他妈贵，真好吃这东西，香啊！好吃就行，我也换换样嘛，别光吃冷面的，天天吃冷面。今儿还真是奔冷面去的，就是没买成。看这里头都是啥东西啊？这玩意真好吃。行，就你大口吃的时候，我给你做个封面。都说小都夸小卓老实不说话，我说这小子才能说呢，不说就是个镜头跟前。说两句。说两句，小卓。老多网友骗你了，今早上用我干活的也是网友，网上。哦，都夸你卓，阿姨录你咋回事？我寻思以后你不管自个儿单干也好，还是给别人干去也好，你毕竟有这个工作经验了嘛，是不是？这孩子就这样守时。今早七点钟到咱家的，刚好七点来，就七点来的。哎、呀，懂事啊，你说，真懂事的孩子。不给你介绍对象了，我说了，小卓有房有车有女朋友，要给你介绍对象的。不说了，闭上嘴了行吗？阿姨话真多，不说了啊，阿姨不说了，你吃吧，安心吃。别弄了。这一杯五块钱呐、啊，五加元、啊。五九九，真贵，六块钱。嗯，合人民币三十了，在国内三十块。国内也得这些钱啊。那你，我那年在三亚那块买，马姐给我买一大杯那啥那个芒果汁，芒果上面扣子几个大芒果，也28、20多钱。嗯，国内一杯奶茶都要50的。这好，这纯的纯芒果，我看着他拿芒果打，都新鲜芒果。那这个大袋壳，今天就是把它上边那个旧油漆清理掉。这个客户是几年前，2015年是14年的，猴哥给干过活，名片一直还留着呢。不是这个地方。是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新买的哈，新买，嗯，挺好。你看这是大树底下，大树下边铺的砖，那都有电。你看那电源，嗯、铺的砖，这是。盖形容的电源。哦，这块都有电。哎，这个想的真周到哈。哎，当初这院子设计时候想的真周到，还有灯啊。你看这块还有这射灯呢，哈。啊，还有点射灯呢，那边还有好像，那边还有电源呢，有电源有射灯，这还有一个这种马灯啊，这叫，这咱小时候看见过哈，这一年都没有。李玉和林的灯，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林的灯，那时候农村都没有呢，矿上有。有那种灯都挺牛的了，看这个电源射灯，这两棵树枫树啊，这是一棵树长成两棵了是吧，一个树根儿。